鸡了，好饱。中秋佳节恰逢丰收时刻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东坡的故乡，去感受一下当地热闹的节日氛围吧。哎呦，这么多凳子！哎，大姐忙着做饭呢是吧？对，今天在我们大丰收。做一顿团圆饭，大家一起吃嘛！一起吃好热闹哦。那边还有是鳝鱼、鲫鱼、鲤鱼都有呢。好，我在这边看看。哎，周书记，张老师好，您在这切菜呢？你好啊，哎，你好。切的是什么？猪肚。红油凉拌是吧？对。哇，想着就流口水。而且这红辣椒、绿辣椒这摆上来之后，节日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。对，今年我们丰收了，加上中秋节，我们大家开心聚一聚，然后祝东坡家宴。家宴好啊，家宴是有这个家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，外婆的味道啊。这家宴就是一般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团圆方式了。对。那家宴我能参加不？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过后，欢迎你过来参加。您这任务不会出的特别难吧？不难。我有点紧张。拆一下，三个任务哈，我先看看第一个任务是什么？寻找东坡大米。对。好像我在进村的路上看到过。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是苏东坡的故乡，眉山光照充足，雨水充沛，自古便是四川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地。首先，我们今天是五个节目，要得到三个第一才能够得到东坡大米。五场比赛，我得赢三场才能拿到东坡大米，太难了！你怎么给我出这样一题呀？那咱们这一场比赛的规则是什么呢？十分钟之内。隔得多，打得最多就得第一，就是十分钟的时间内看谁的量是最高的，是吧？对。那待会儿咱们三个是不是得分工一下？是因为我听您说又割又打。对，那你选择是割还是打嘞？割轻松还是打轻松？打轻松。打轻松，那我听周书记，我打吧。好，打，要得。那咱们去吧。哎呀，压力有点大呀。你城里头的来的打得来不？我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何况我走乡村这么多年，割谷子还真会。但是这打哈，我还真得先学一学。好，等会儿就听我们的成效嘛。牛吹打，差点把鞋留在你田里边。哎，美丽，周书记，这打怎么打呀？就这样子，只大一点，然后就杀的快一点就完了。哦，小了会要打很久，这打了以后，你把锅头放在这个地方。看这个架势，果然呢，童子功，我站到脚上，然后往这儿上敲是吧？对。嗯，可以。好了，可以。割谷子、打谷子，农民必备技能。在中国，手工收割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0年以前。每一粒稻米都是自然的馈赠，也是农民汗水的浇灌。如今，机械化收割已成常态，东坡人民将手工收割变成了庆祝丰收的仪式。助手们这两组，他们是三个人先一起割，割完了之后应该三个人一起打。我们向那罗书记靠拢一些。一二，这绝对是一个团队协作的活。
啊，我要摸会儿鱼。今天你要想带到我们的东坡大米叫加油哦。加油。裁判老师好，检查一下。你好你好你好，来看看哈，你们打的谷子怎么样？哎，不错，不错啊，又多又还干净哈。我再看那边哈。哎，你们也吃了一碗饭了，人家也同样的，你看为什么人家打那么多呢？承让承让，这边多，我宣布这边赢哈。啊，又干净又多啊，鼓励鼓励鼓励我们自己，太不容易了，谢谢裁判。看来我们的拿东坡大米进了一步了吧？胜了一局，感谢我的两位队友，宁哥的快，周书记呢这打得好，蹭了个一等奖，蹭了个第一名。这个是团队精神。对，哎，团队合作。离不开我们三个人的付出。来吧，咱们三个击个掌，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咱们再努力得了第一。耶、oh. yeah.。我们的第二个比赛现场挑谷子，我们要三个人，每一个人都要挑一嘴哈，就是最后头一个人最先到达终点就算我们赢了。要挑多远呀、啊？一个来回？一个单边？单程？对。挑向前是吧？哎、那个是带在后面说。住手！我拽着这根绳子。哦，对，那就是要稳，要平稳一点。你可以抓到这里嘛？哦，要平稳点，要站立的。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呀，不、哦，我现在可以勉强的在这儿站定。他离地的这一瞬间，我就感觉这两个筐子在晃动，左晃右晃。它其实是需要人和这扁呢是有共振的，对吧？力量均衡。这得是从小练点童子功，才能跟它完美的融为一体，是不是？要干活习惯了就好一些。农村的女同志都能挑，是吗？嗯，我不信。以前都是，要不然咱们现场拉两位观众过来，搞个友谊赛。亮亮，过来嘛！周书记跟我吹牛，他说咱们村里随便拉一女同志都能挑得起来，我不信。亮亮的姐，这个都挑不起。哇！亮亮的这个语气像女侠一样。亮亮可以吗？哇哦，厉害厉害，好好好好好，厉害厉害厉害，真棒真棒真棒！周书记这不是吹牛啊，咱们村里的这些阿姨们果然厉害。哎，看着您年纪好像大一点，您多大年纪？还没满65。啊，65岁是吧？这身子板这够硬朗的呀，从年轻就是种水稻。冬天嘛，冬天嘞。现在偶尔也要挑挑。您是在这儿，就是寻找当年是不是跟叔叔挑着扁担去谈恋爱的这种感觉呢？那现在就是咱们都有这个农用三轮车了。有。但是这个在村里生活的一个必备的生活技能哈，所以一辈子都不会忘。真棒真棒！其实这一场可能就是咱们村里这三位老把式们之间的一个硬较量了。差不多。哎呦，我跟周书记现在信心满满的，腰杆挺得倍儿直，这大哥也是叉着腰呢，随时随地咱们就可以出发，是吧？五局三胜，我们还是得稍稍把名次往前冲一冲哈，对，以防后边有点什么意外。是嘞，那我们第一轮咱们还是周书记上嘛，老书记上，对，行吧，书记。预备，开始。周书记刚才其实一早就看出来了，我这肯定是没戏。所以到我这一轮呢，周书记就是直接折回来，替我挑回来了。一下子出力帮了，哎，人都提到那种。哎呦，说实话，刚才我就是在后边，就是帮罗书记这儿帮您提着跑这么一个来回，都直喘呢。所以周书记，您现在说就是从小您就是种水稻，对，我现在是100%的，我相信您说的是
大实话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都是农民了嘛，干活的。这周书记，您今儿这装扮哈，其实还不够复原您当时种水稻的现场。我刚才看这位叔叔，这才是了不得呢。大家看看这叔叔，这身子板比周书记还要再单薄一些呀、啊。关键您就光着脚丫子，烫啊！今儿这太阳多大呀？也是种了一辈子水稻是吧？啊，是每年丰收的时候，就是在以前没有这样的就是农机或者是这种三轮车的时候，都得自己挑着回家。是的。哎，这身子骨是这个。越干越健康，越干越硬朗哈。裁判呢？裁判是谁？好像第一名不是我们啊。我们是第一名。啊，哎，没事儿。我们还有三，还有三场较量呢。对。有没有信心？你们有。有。我们也有信心，我们也有信心，说的我都没底气了。哦。第三场比赛，就是在三分钟之内封谷子封的最多的时候就得第一名。这个我在行，我练过，我有信心。你先试试。是这样还是捡的嘛啊、哦！想当年我在重庆江津筛花椒也是练过的啊、哦。可以。一分钟倒计时开始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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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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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我们那是满了，装不下了。我们的框框已经装不下了，把这锁上吧。输了，锁了，锁了。好，我们锁上了。比赛结果，第一组获胜。是我们的。哦。啊。哎，今天是转起来得心应手的感觉，不错。我们现在这是第四个比赛项目了。石头虎，然后我们五个人一组，哪个组投进击的最多就得第一名。难度啊是越来越高了。开始。给分吧，给分。加油。裁判该宣布比赛停止了，我方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毫无悬念。我觉得这位大姐这您这功不可没呀，是吧？怎么就能一下子投到正中间呢？你投的那个分数是最高的。哦，我的分数是最高的。对，投到边边上，这是分数最高的。这个是6分，这个是10分。哎呀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玩投壶，一不小心就投中了。好了，我方胜利，不错，进入下一轮比赛。我们这一轮是猜灯谜，比老子。好了，我们这轮就开始猜灯谜啊！我从这上面随机的选5道题。第一题，苏轼是哪里人？没谁没谁啊！对手们很强悍呐，这只能比反应速度了。苏轼的词“明月几时有”，下一句“把酒言欢”，都差不多嘛，都这个。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？宋代。我应该是最快的。苏轼的词啊，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”下一句“谁怕榆树阴，一日平生”。好。高兴吗？可以哦，今天东坡大米叫
拿给你拿就走了、啊、哎，赢得不容易。好的，谢谢谢谢，哎呦，谢谢我的队友们帮我赢得了这东坡大米，这是团体精神，对，团队精神，领到了，任务完成。不是我那竞争对手吗？哎、老师 好啊，在这儿有遇见啊。哦，这是你家的水稻田是吧？对对对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有150亩，是不是？是是。今年收成应该挺不错的，看这颗粒都特饱满啊。对，这收割的季节站在田里边，你这笑的就不一样啊。对，一季下来就等这个时候。今年这收购价格应该已经出来了。啊，对，出来了。今年我们这边的湿谷收购价格是1块钱一斤。那这150亩的话，就这么算一下，这亩产有多少？我们今年的话产量是创新高了，我们测出来是在2000斤一亩，大概的话一亩地的纯利润也有300块钱左右。然后我们下一季会种药材，大概可能就是在700块钱左右的一个纯收入。咱就按1000块钱算，对，150亩，这一年的收入就知道有多少了。对对对，是。那现在收割，我看远处都有这种大型机械，就不用像你刚在这个赛场上跟我说的，从小练挑扁担了，是吧？因为现在我们这边的田都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。现在刚好我们这边在收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去看一看，好。2023年，东坡区水稻种植面积58.5万亩，粮食产量29.9万吨。在稻、菜、药轮作模式下，户均收入连年增长。东坡区积极打造东坡大米公共品牌，延展产业链，推动产业融合，以古老农耕撬动乡村振兴。这样看，这才是丰收的土地，希望的田野呀。是，看着就整个人就很开心了。每个人站在这种就是良田边上，看着这种收获的景象，对，这种喜悦是发自心底的。沃野映初心，人保助振兴。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。既是中秋大团圆，也是金秋大丰收。这永远丰收的永丰村啊，今天是特别热闹。我呢也迫不及待想要看看我这锦囊。第二项任务就在里边，东坡泡菜，这线索有点意思。泡菜，四川人餐桌上的黄金配角。东坡又被称为泡菜之乡，家家都有泡菜坛子。哎，这家热闹，贴着喜字儿呢，有喜事，先去看看去。哎，你们好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院里更喜庆，我看到门口有红喜字儿，我就知道有喜事儿。我们过来看看。要打发闺女了，老太太。啊，要嫁姑娘是吗？啊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走，吃个喜糖，沾沾喜气儿，谢谢谢谢。这是新娘子是吧？哎，是的，你好。哪天是正日子呀？就是后天。后天。这结婚前好多琐碎的事儿是吧？哎，准备喜糖啊、请柬呀、婚宴。那这么忙，这父母还在这儿做泡菜呢。你这女儿出嫁前要给她整坛泡菜，她结婚的一种陪嫁。拿泡菜当陪嫁？这是我们一种风俗的嘛。不
不是这个泡菜我知道，就是在咱们四川的这个餐桌上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哈。不知道的是，你们在当地结婚的时候，嫁女儿的时候要当成嫁妆啊，就抱着这样一个泡菜坛子出嫁。那大姐，您当时嫁给大哥的时候也是带着泡菜坛子来的呀？当时他说我们屋头泡的泡菜好好吃哦，我不晓得那是刻上我们的泡菜还是刻上我。看你一人一看你泡菜。那那会儿是丈母娘泡的还是准媳妇泡的呀？丈母娘泡的，这是啊，我丈母娘又把手艺传给她。哦，这是过来我又泡个天天泡给她吃。哦，大姐，我觉得还是得晚上好好问问大哥哈，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泡菜，哪个占的更重要一些？爱情加泡菜。从谈恋爱到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，这都考虑到日后每一天都能吃到这样的泡菜，按照这个标准选的媳妇儿啊。啊，又那咋又传俺女儿？那就是在当地是出嫁前一定要跟妈妈好好学学泡菜。教会了妈以后，自己就在婆家就自己泡了噻，泡给婆家吃，泡给老公吃了以后。爸爸这眼圈都红了，是很舍不得姑娘是吧？是的噻，养了二十多年了，闺女了。父亲嫁女儿的心情，或许正如那坛泡菜，有些许的酸，很多的甜，还有不断发酵的对幸福的殷殷期盼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好。啊，你好。路过您家这小院儿，看着真漂亮，过来看看。忙着做饭呢是吧？哎，这您自己做的吧？这是自己做的。我闻闻行不？可以。闻着就是这种麻辣鲜香的味道，在这儿已经闻了好几家好几户的泡菜坛子了哈，就每家每户的味道真的都不一样。是的，我们这是老坛，我们这住了好多年的了。是吗？多少年了？这老坛有30多年了。嫁过来的时候带着的。吃到了他泡的，在别他去吃也不贵。就是阿姨先是俘获了叔叔的胃，是吧？然后抓住了叔叔的心。他每次都是最喜欢吃我煮的菜。哦，是啊。我们家里平时就我们两个。孩子呢，在外边生活。孩子在眉山上班。哦，在市里边上班是吗？哦，他们出去每次他们过节啊这些都要回来，回来就带点子泡菜啊。妈妈的味道，得随身带着。妈妈的味道，只要一回来，后备箱得装满了。哦，不管就是你长到多大，在父母的眼里永远都是孩子，永远都是孩子。来，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来，弄好多东西回来。在哪个空坛子回来多少的？我的泡菜吃完了。装新的，正在给你做。你们这一段时间在外头好不好啊？好，可以。对于游子来说，泡菜早已不仅仅是一道美食，而是一种关联血脉的情感表达和最深最沉的家的归属。苏轼呢，对于家乡的泡菜可以说是情有独钟。求学的时候呢，他每天都要吃三白饭。所谓三白饭啊，就是一碗白米饭、一碟白色的盐和一盘白萝卜制成的泡菜。那么今天啊，来到了东坡，我才知道，其实不光光是菜可以泡，看这水果啊，同样是可以泡的，真的是万物皆可泡。你看这边，特别颠覆大家的认知吧，泡李子、泡苹果、泡鸭梨、泡葡萄，咱尝尝哈。就是因为有了泡菜汁水的这种咸味、辣味、麻味之后啊，它可以把苹果的这甜味更好的激发出来，形成了一个反差。就刚刚我看到的这些琳琅满目的泡菜，到底是谁做出来的？咱们有请一下当地的泡菜大王，何老师，您好。光看您这些泡菜坛子啊，都是赏心悦目啊，就是真的是很颠覆认知。而且我听说您这祖传的老手艺现在还有创新。是的，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些跟泡菜相关的一些产业，比如说我们的活泡菜冰淇淋。泡菜冰淇淋。泡菜月饼。泡菜月饼，这是泡菜馅的饺子。泡菜饺子。过中秋了，咱得吃月饼。
行，张老师请尝一下。素馅儿的、甜馅儿的、这个蛋馅儿的，这都吃过哈。这些泡菜馅儿的我真没吃过，我来尝尝啊。别说这吃我还吃不出来泡菜在哪儿呢，您给我指指看呗。这些。哦，这些透明的就是泡菜是吧？对对。里边应该有肉吧？有。有肉哈，但是呢，就是有了泡菜以后，这个肉的油腻，这种感觉就没有了，就全都被泡菜这种酸爽给中和掉了哈。是的。特别好吃。再尝一下我们活泡菜冰淇淋。泡菜冰淇淋。吃过这么多口味的冰淇淋，但我第一回吃泡菜味的，我太期待了。一打开之后，看这颜色其实特别漂亮。这上面是泡菜吗？是，是辣椒。辣椒，泡辣椒。再来。这是泡萝卜吧？泡萝卜。就是得带着冰淇淋和辣椒一块儿吃，才是最正宗的吃法。对，这个主要是突出嚼劲的颗粒感。这个创意太好了。咱们四川的泡菜，是麻辣鲜香的味道啊，但是它有冰淇淋的这种香甜的味道，一中和呀，很香很浓郁的感觉。我听说您家是这个老手艺，据说是有100多年做泡菜的历史，121年今年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不仅仅是为了这尝鲜而来的，我其实有任务，我得做一盆泡菜到您这儿来讨点老母水。这样吧，张老师。我带你到我们的非遗作坊去看一看，请一条龙服务，何老师是好人。本节目合作伙伴中国移动邀您收看《乡村振兴中国行》。何老师，我这第一回见到这么多泡菜坛子，咱们这一坛子可以放多少斤的泡菜啊？能装一吨。一吨？是吗？那您。分我点呗，您这么多盘子，不能随便给你。首先你要通过我一个测试，还得考试。你怎么样判断我们的泡菜好与不好？不是您这太难了，隔着盘子看里边的泡菜，这盘子长得都差不多嘛，这真看不出来呀。闻呢？闻不出来呀。哎，能闻到一点点这种泡菜的香味儿，这还应该再怎么样呢？刚才你过来过听没听到那个声音？有声音吗？有啊。他就没声，我再换一个听听。泡菜你好，听到了，刚才那个声音是吗？是它里面发出来的声音？对。咕嘟一声。对。还挺好听的，这声音不闷，是很脆脆的声音。对。我再换一罐子，这罐子听听啊。这就来了，彪彪彪彪，彪彪彪彪，四声啊！对，一个是一点声音没有听到，一个呢只有一声，另外一个就非常活跃，咚咚咚咚。对，就把我就搞懵了，这到底是哪一坛算是好的泡菜呀？当乳酸菌遇上新鲜蔬菜，发酵后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。这些气体足以把80斤重的坛盖顶开，发出咕嘟的声响。在发酵初期，蔬菜与乳酸菌反应剧烈，产生气体过多，咕嘟声也就越密。当发酵进入后期，化学反应减缓，咕嘟声的频率也就降了下来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像刚才这一坛，您的这养的小宠物，它长大了，成熟了，稳重了，这是经过岁月沉淀，它的一个性格特征。那做泡菜肯定得需要好的老母水。对。那您就可以从这里边借我一点了呗。好的，你自己看一下怎么打开吧。这一个盖子就有80斤的。你试一下能不能打得开。想借点东西真难呢。哦。不行不行。他跟你一分重，他太重了，他仅仅比我轻20斤而已。哎呀，师傅，快来帮帮忙！哇，您这臂力了得呀，惊到我了！哇，这红艳艳的辣椒，我来帮你。师傅终于拿出工具了。哎呀，我能闻闻吗，师傅？
香啊！那我们做泡菜，这样一条就够了吗？够了。再给一条嘛，是不是再给一条？我怕万一我不够呢。这一瓢里面都是有很多的酸菌啊。是啊，您刚才说了一颗里面就有上亿个。您这么多宠物养不过来，我帮您养养。没问题。划个口就行了。我觉得这会儿我需要一把柳叶刀，绿色部分切掉。我刀工真不行啊！这个指尖要切滚刀，滚刀就是这样转着切，对对对是吗？对对对对，你看，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上道了。每家每户里这种空气当中含有的这样的菌群是有关系的，是吧？有直接的关系，还有它盐度啊、酸度啊，或者它的整个泡制时间，都会影响到它乳酸菌群后来的一种发展的一个方向。往里面装吧。这坛子太可爱了，这是一个熊猫造型的泡菜坛子，这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坛子了。就先把那个纸浆放底下吧。先放纸浆。嗯。哎，我们这个要有细心，有耐心。八角应该少放一点吧，会抢味道。放两粒嘛就行了。哦，花椒可以多一些哈，那我再来。哎，那多了多了多了，桂皮掰一半。嗯，好，哎，香叶放一片就行。一片。十斤菜，对吧？五两银，一半一半，差不多。放一半。嗯，一半。放那么多啊？对，根据你的喜好。好，我觉得可以。嗯，现在最重要的一步环节了啊，就是加我们的老母水，顺便再把我们的老泡椒再加一点。咱们用几根泡椒当引子？嗯，加个十来根吧。哦，这么多呢，就风味会更浓郁啊。对，这个老泡椒主要是以后你做菜用。颜色真好看。这水的比例咱们有什么讲究？新鲜蔬菜的。60%。60%。对。够吗？这水？够了，够了。够了。好。盖子先盖上，盘咸加清水。哦，咱们的清水就是丰潭用，就是。用纯纯的老母水来泡它就行了。你看这就泡菜就那么简单。哦，对，这不就完成了？就完成。接下来就等着吃就行了，是吧？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，带着您这120年的老母水，还有这个特别有创意的熊猫泡菜坛子，我就参加东坡家宴去了。好的，希望你精心的呵护我们的这个宠物。一定，我一定把小宠物养得好好的，肥肥的，胖胖的。谢谢您，何老师。好嘞，没事，那我走了。好的，出发。就是苏洵、苏轼、苏辙三人的故居。那现在啊，在三苏祠当中呢，有一位姑娘名叫苏小妹。今天呢，跟她约好了啊，她呢要带着我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宋代的中秋节是怎样度过的。走吧。前面这位身着宋服的姑娘应该就是小妹。小妹你好啊。姐姐好啊。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哎呦，就是我来之前啊，看了很多的资料，就书中关于苏小妹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。这样吧，你先做一段自我介绍好不好？好的。大家好，我叫苏小妹。我们苏小妹呢，是东坡区为了打造旅游文化产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大使。那咱俩说好了，说要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宋代的女子是怎样过中秋的。那咱们先从哪儿开始体验？不知道姐姐有没有闻到这整个园里边有一个香味？这应该是桂花的香味。是的，因为这中秋刚好是桂花盛开的季节，在宋朝一般会制作一个桂花香囊来随身佩戴。哦，要不我带你体验一下？好啊。早在宋朝时期，梅州便是文化昌荣之地。这里的人们既有川渝的爽直豪迈，也有崇文尚雅的精神追求。
这些便是我们制作桂花香囊的材料。哇，好精致的香囊啊。那姐姐你选一个喜欢的颜色。那我选这个颜色吧，跟我的衣服同色系。做香囊用到的是干桂花是吧？是的，因为干桂花的话它相比鲜花更容易存放，这个香气依旧是非常浓郁的。我们桂花的香味是有一种安神的作用。哦，还有安神的作用。接下来拉紧就可以了是吧？是的。好，那古时候女孩子佩戴香囊都是，我们是直接佩戴在腰间。腰间、哦、对。今天我也要做一个步履生香的温柔女子。那姐姐我还有一个东西想要让你品尝一下，我去帮你拿。好的，有劳妹妹。这个叫做清欢糕。哇，好精致的糕点呀，是不是取自苏轼人间有味是清欢？是的，在宋朝吃月饼和赏月是非常风雅的时尚，所以大家一般中秋节就会吃各种各样的月饼。跟我们现代吃的月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它呢是在金华雪月饼的基础上然后加以了改良，因为我们眉山这边从古至今的话都种植大米，所以它的饼皮是用大米制成的，里边的话会采用一些蔬果然后包括桂花之类的来作为馅料，就会特别的清香。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是宋代人的月饼是什么味道。好的，我很好奇。哇，好香啊，高如其名啊，口感呢就是很清淡不油腻。我觉得就是现在坐在这个苏家的故居里边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，就是在宋代的中秋节的时候，这苏轼三父子他们坐在院子里边吃着清欢糕赏着月，可能再配上一壶酒，哇，那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一定是非常幸福非常开心的时刻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有个祭月仪式，不知道姐姐想不想去啊？哇，太想去了。那我给你装扮一下。好啊。在宋朝人们以簪花为贵，苏东坡先生就爱簪花夜游。男人也喜欢簪花啊？对呀、啊、寓意着荣华富贵。哦，好寓意。姐姐你看，这便是我们中秋祭月仪式所需要的物品。看来是每一种物品上面都寄托着一些美好的愿望在里面。是的，就像这个清欢糕它寓意着步步高升。那这酒应该是长长久久。对的，那这个桂花呢就寓意着花好月圆。这咱东坡的大米应该就是五谷丰登。那这个葡萄寓意着普天同庆。最后的这月饼一定是团团圆圆了。是的，所以哈、啊，不管是在宋代还是在现在，我想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东坡区以宋文化为背景，大力发展文旅产业。2022年，实现旅游收入47.82亿元。游客的到来，也带动了农副产品非遗文化的华丽变身。
产业模式不断升级，在古韵中推动乡村振兴。咦，这边是什么呀？哦，你好啊，东坡饼子。东坡饼子，对，各种手工糕点。怎么样？非常好吃。梅州的面素啊、哦，面素，对，哇，东坡剪纸，这个是特考验手艺的，老师。你看这侧面好像你呀、啊，这就是我呀，非常像。魏老师，好，再见。这是这个地方是我们。酥形似龙眼，东坡故里的一个特色小吃。它这一层一层的包裹，就是一看是咱们中式面点的工艺。传统的工艺。这种它中间点缀了杏仁儿，龙眼的那个神似一下就出来了，就是有点画龙点睛这样的感觉哈。对，这一朵就像你说的那个牡丹一样，看起来十分的漂亮。漂亮。哦，闻起来就好香。吃上一口，那种人的那种愉悦感和满足感是瞬间到达了顶峰呢。这个是椒盐的，椒盐的，就是这么说吧哈，这个椒盐的这个馅儿啊，吃起来特别的香，味道哈是麻中带甜，甜中带咸，它的这个面皮不会有这种就是很干的，嚼起来有点扎嘴的感觉，和这个椒盐的馅儿哈是融为一体的。那有个不情之请，我呢要去参加东坡家宴，我得准备一些咱们这个东坡当地有名的小吃点心。就我们这个龙眼酥嘛。龙眼酥是吧？哇，师傅太大方了，给了我们好多呀。师傅好好啊，谢谢师傅，我就不跟您客气了，改天我上门行拜师礼。谢谢师傅。好，谢谢。那师傅再见。龙眼酥就位了。本节目合作伙伴中国移动邀您收看乡村振兴中国行。周书记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复命了。哎呀，您看看，我今天呢不仅是完成了您交代的三项任务哈，我还超额完成了，带来了一位漂亮姑娘。这位就是咱们东坡区的旅游形象大使苏小妹。哦，谢谢，欢迎欢迎欢迎、好，来赶紧查查我们俩啊，这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三项任务，东坡大米没问题哈、对，东坡泡菜、是不是很诱人？厉害厉害厉害，这就是咱们东坡的龙眼酥了。好，厉害厉害，辛苦了哈，累坏了累坏了。哎，是有一点辛苦、但还好找到了一位小帮手。对，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今天晚上吃的好好吃的。这锅真大呀，里边肯定有很多好吃的。哎、东坡肘子马上就出锅，这么大的肘子啊！东坡家宴必不可少的泡菜煮的。泡菜，你吃过吗？非常好吃。东坡先生曾自笑平生胃口忙，研究出了很多美食，其中以东坡肘子、东坡鱼、东坡肉最具代表性。眉山人制作东坡肘子会加入泡萝卜、泡生姜等酸辣爽口的泡菜，利用泡菜的脆爽来中和肘子的肥腻，使肘子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皮滑而肉嫩。东坡肘子上桌了。东坡先生一生的足迹呢是遍布大江南北，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道美食，比如渝州的冷锅鱼、黄州的东坡豆腐、惠州的羊蝎子。吃饭喽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在宋朝，一般中秋佳节都会对诗，要不我们一起对诗吧？我先来，床前明月光。疑是地上霜，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海上生明月。天涯共此时。丰收，是对辛苦劳作最大的慰藉。
团圆，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归属。东坡区的乡村振兴，正如中秋皓月，明亮又充满希望。也正是这轮皓月，见证着四海举杯，万家同庆。